我感觉这个有点甜，哪里像兔子啊？没有任何的味道。早上好，老婆。到长沙了，先奔咱吃了很多次但素未谋面的好利来。小蛋糕好好看呢，都想吃，一时竟不知道先拿哪个。先夸下店员小哥哥，小姐姐非常好看。Hello， 长这么大第一次逛好利来的实体店，而且是那种粉色主题的，超级好看。转头品名就忘了。是个粉色焦点。它入口是有一点香蕉味的，就是有一点点齁甜。里面它应该是慕斯吧，滑滑嫩嫩的，也挺好吃。外面那层巧克力脆皮齁甜，想想39一个就不和它计较了。这个叫麻薯兔，哪里像兔子啊？它就是像一个棒棒糖。里面有夹心的。不影响继续吃。这一款比刚才那一款好吃，虾味比较浓郁，就是也没有这么甜。好好吃啊，整个这款里面有三种不同的水果夹心。绿色的不是水果夹心，它不知道是什么的。爆浆粉波波，这个才13块钱，请替你们尝一下。不是我不说话，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没尝出啥味儿，所以我一直吃，一直在组织语言。粉的糯叽叽的丸子，没有任何的味道，奶油只能说是稍微甜吧，这一款是比较清淡的一款。外皮像薄薄的泡芙皮，这款真的只是可能太颜值吧，应该属于不会回购的那一种。但是有些人很愿意为颜值买单，比如说我。有点难嚼，烤的焦焦的这个蛋挞皮加上黑巧，它能不好吃吗？好脆，比普通蛋挞多了焦香。上面它还有薄薄的一层蛋挞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这个是抹茶巧克力口味的冰山熔岩，因为它这个需要冷藏，所以我给你吃吧。给你看一下红心面，还是依旧的很丝滑。喜欢吃巧克力的话，还是老款的好吃。面膜式，咱就直接吃了，也没不加热了。会让我感觉这个有点甜，那抹茶又涩又甜的那种感觉，但是确实超级丝滑。可能我前面吃的甜品太多了，不耐甜了。但是想到要59大洋，又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吃起来好幸福。今天甜到我了，你们说吃的值吗？下次见，拜拜。